后礼拜五月十四，就是小姨妈妈的母亲节，慈父罗岗局将会伫个圣华举行模范母亲表扬的典礼。今日上午，罗岗局公布今年得奖的名单，其中两位得奖的妈妈嘛到场分享因的人生故事。我这边也恭贺今年当选的二十位模范母亲。另外一个部分要感恩的，我们这几年的模范母亲、模范父亲，因为要表扬之前，我就拜托我们新北教心理师长带领了一群老师来把他们化妆，回干嘛想睡也会当讲，会一面会当呈现在颁奖典礼上。那当然，我们今天二十位都每一样的背景都非常艰辛，但是我感觉讲，这个成果出来，感觉伊嘛真快乐。那当然，伟哲市长可以说对这些母亲、父亲，因为都是我们现在在社会上服务的恩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啊，所以能透过这样的一个表扬来肯定他们的辛苦。每一遍模范母亲的表扬，都感觉拢会邀请到台北市美容业职业工会来替得奖的妈妈西装打扮。这回嘛，同款请工会来斗三工，甲因增加水当当上台领奖。非常感谢我们劳工局的王新基王局长，以及在座的所有的同仁工作伙伴，这么的辛苦来安排这个大会的一个表扬大会的一个细节哈，然后也让我们台南市美容职业工会哦有这份的机会来为模范母亲们做一个彩妆造型哈，然后我们的志工队。也感到非常的一个幸福跟快乐，祝福他们，觉得可以当选模范妈妈很棒，所以就很愿意为他们服务，也是因为我们的心理技师长带领，所以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罗岗局长王新基表示，这届总共有二十位妈妈得奖，因的人品跟能力拢是众人肯定。照顾家庭的同时，也搁热心公益，真感谢因的付出，也提早祝因母亲节快乐。南台新闻王伟德新娘彩虹报道。